专当道，东厂大太监曹安把持朝政，独断专权，陷害忠良。督察院左都御史丁怀之仗义直言，觐见圣上，反遭曹安记恨，欲除之而后快。丁怀之被捕入狱，而他手中一份至关重要的密函却流落江湖，不知去向。是没有找到公公要的东西。是啊，到时候连钱没到手，还白白丢了性命。当初就不该利欲熏心，和那帮人扯上关系。老六，这个你可不能这么想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你们俩争什么争啊？别起那一哄，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把这事情解决，啊？在丁家村，肯定在丁府藏着呢，所以呀，我们必须去太原府走一趟。可丁家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呢。老秦，你说说看，有没有办法？我们就闯进去找。闯？现在找的是人证，丁怀之。听老七的，先灭口，后抄家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干什么？驻地。客满。乱跑什么？找人。什么人？做错事的。你是谁？神捕萧长风。六扇门高手。犯事，人不多，凭什么抓我们？在北七煞，你们的大名那是九门了。今天到我们的管辖地，远道而来，所为何事啊？不吹大气，我看你是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？塞北老大穆长白，善使狼牙棒，
你手上的狼牙棒重45斤，是山西大同府刘家铺所打造的。三界和尚，你的僧袍下摆有发霉的霉点，那是三个月前在西域绵绵夜雨所制。我娘子沈素素，你带的这个簪子是西越国夜师上的，在我们中原并不常见。怎么样，还让我继续说下去吗？ 今天栽到你手里，我认了，你想怎么样？哼，不过有一点你们说对了，我不是来找你们，在悦来客栈另一高手。是谁？我。万无云，江湖人称万里独行大盗，来无影，去无踪。没想到你轻功了得。 易容术也是十分的高明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哼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逃不过我的眼睛。 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神捕萧长风啊，不过可惜了。万无云，你在脚里给我们下毒！失败过一次的人，不会有第二次机会。是他们派来的。不错。啊！ 萧长风，今天你也一样会死在这里。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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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姐，我爹还没到呢，他们急什么急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就不怕新郎官万一着急找老夫人退婚呀？他退就退呗，我连他面都没见过。哎呀，小玉，你说如果他是个丑八怪，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成这亲。哎呀，小姐，那聘礼都收了，新郎官能善罢甘休吗？不行，反正我不换。 不换不行，你不换也得换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看这衣服多好看啊！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看多好看啊！哎呀，小姐，哼，小姐，你不穿，那我可先穿了啊！这衣服多好看呀！
你要喜欢你就穿呗。小姐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可没那命。哎，小玉，我看看。啊，我要是新郎官的话，我都被你迷死了。哎，你说，待会儿你就穿这身出去走走，看有没有人认得出来。哎呀，小姐。啊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快请小姐。小姐出来了，放鞭炮。大人，一共58人，全部毙命，没有发现那哑巴的踪迹。东西呢？也没有找到。追！
是。西省太原府捕头萧长风胆识卓异，勇武过人，诛杀朝廷要犯塞北七煞，江洋大盗万无云有功，镇慎家乐，特赐萧长风金牌一块，以加其功，钦此。迟早有一天你把命给堵上。哎呀，废物，要不是你来了帮我，我运气好着呢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出大事了。哦，塞北七煞显灵了？不是啊，万无云又活了。哎呀，比这严重多了。哦，灭门哟。哼，神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萧捕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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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家灭门，没留活口。昨晚丁家小姐大婚，前来道贺的宾客也一并送了命。丁小姐不见了。哎，你们去那边四处检查一下。是。你那边好，都看仔细了啊。是。萧捕头，依我之见，凶手出剑毫无章法，乱劈乱刺，定是武功拙劣的山贼强盗所为。未必吧？依我看来，凶手出剑看似毫无章法，却渐渐直中要害，分寸拿捏极为精确，并非普通强盗所能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萧捕头果然见识不凡。怎么样？我想跟他想的一样。窗户呢？
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在这儿等什么呢？他在等爹爹给他买糖吃呢。谢谢爹爹。亚叔，亚叔，亚叔，我爹他到底怎么了？这。这是我爹给我的吗？上去看看。所有的箱柜都被打开翻找过，金银珠宝少了很多。查过没有？女眷有没有被强暴过的痕迹？仵作已查过，没有。小姐大喜之日，丁的人为何不曾出现？丁家在太原府可有仇家吗？没听说过啊。依我之见，凶手不是盗贼就是土匪。何以见得？珠宝被盗，全家灭门。这可能是凶手故布疑阵。那就是仇杀。你没听大娘说吗？丁家的人在太原府并无仇家。对啊，这简直就是自相矛盾。萧捕头，那你说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对，不知道。啊！报，小捕头，段大人有请。义父，义父大人，现场我已经勘察过了，丁家上下无一幸免，惨遭灭门。只有一人下落不明，谁？丁家大小姐，长儿。丁大人在京城已被下大牢。什么？丁大人被抓了？弑君谋逆，已被曹公公下了诏狱。大太监曹安，执掌司礼监，右都东厂，简直就是权宴逼人。丁大人为官一向耿直廉洁，怎么会参与谋逆呢？定是这些铁钩案闹的。义父，难道丁大人和刺杀皇上的刺客有关联？刺客赵登经不住酷刑，他供出一切所为都是丁怀之所派。这明显就是有人陷害。圣上大怒，不问缘由，
命曹安将丁大人拘捕入狱，朝中凡有替丁大人讲情者，一律按谋逆罪论处。两个月前，丁大人来书信说，要回来给长儿筹办婚事。现如今，长风啊，长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如今生死未卜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替我找到他。萧捕头，你晚上刚查完，白天又查，到底查什么呀？嘘，安静。萧捕头做事从来都有他的道理。去哪儿啊？回去跟大人说一声，我出城了。这。就是丁长儿，我要带你回府衙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太原府的捕快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府衙。你不走，那些人还会上来。你既然是捕快，何不走官道，要趁着小路呢？省得麻烦。你都把雅叔给杀了，你一刀杀了我得了。哎，我说你，你要干嘛？你别过来，你干嘛？你个杀人凶手，你放开我，你走开。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骂的话，我可真把你丢下来。咱们走上一天的路，就马上到了太原府。
你少说点话。去那边。是。这边。是。走。拿着，哎，哎，拿着。哎，一只鸡啊，有两条腿，你不吃就没喽。大人，往前走就是南沟，过了胡家村，就是太原府了。好，走吧。大年，大人，我回来了。哎，长乐。段伯伯，长乐节哀，啊！不哭，不哭，
横祸，本府一定为你做主。段伯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婵儿受惊了，来，进去吧。凶手已经落网，明日就升堂审案。真的？真的。婵儿，我们进去慢慢说。萧捕头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丁家灭门的凶手已经落网了。是吗？是谁这么大本事？官道孙德奎。哦，不见得吧？哎，千真万确，这孙德奎到赌坊赌钱，带了一大包金银玉器，有位银匠认出来了，正是丁家定制的银器，偷偷报了官。哦，我累了。回去歇会儿。来，萧捕头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。嗯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哼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和老子冤枉的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萧捕头来了。萧捕头，老子是冤枉的！放出去！老子要吃肉，老子要喝酒！孙德奎，给我老实点！放我出去！少废话，给我老实点！啊！给我老实点！我要吃肉，我要喝酒。放出去！啊！站！义父，抓错人了。抓错人了？啊！你说的是孙德奎啊？孙德奎恶名昭著，身上又带着偷来的丁家珠宝，哼！不是他是谁啊？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说！啊！义父，依我看来，这孙德奎虽是惯偷，但是胆小如鼠，整天混吃懒做，就靠挣一些小碎银子，喝一些老酒来打发日子。像这样胆小如鼠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胆子杀害丁家全家呢？嗯，你怎么对他那么熟悉啊？卑职前几天还跟他一块玩过钱呢。什么？又去赌钱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再也不赌了。义父，怎么又整日混进赌坊啊？别忘了，你是皇上御赐的金牌捕头，这成何体统啊？义父，丁家灭门案震惊朝廷，孙德奎人证物证确凿，你又何必节外生枝？朝廷下令限期破案，此事已非你我能控制得了。如果凶手一直抓不到，到时候这责任由谁来担？我，再查下去会害死我的。义父，行了。哼，什么？一眨眼的功夫就没影了。那长风呢？已经追去了。那你们还在这站着干什么？搜遍全城也要给我找到小姐。快去！是。
好。哎，过来。你们去那边看看。是。走。四处告诉，不合规矩啊！走。就算总兵大人来了，也得给我花芙蓉几分面子啊！官兵来了！官兵来了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大人，没有，继续搜。是。找到，走。
来，喝点水吧。这是我曾经住过的地方，很安全。我要去京城找我爹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哎，去京城，现在东厂的人正在抓你，你到京城是必死无疑。为什么东厂的人要抓我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这可能跟你丁家灭门案有关吧。只要我去京城找到我爹，这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丁小姐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你爹得罪了大太监曹安，所以被他陷害，现在已经被捕入狱，生死未卜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胡说，这不可能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我爹，我要去找我爹，我要去找我爹。你大胆，孙德奎，图财害命，杀害丁家满门，还不从实招来。大人，冤枉啊！那些金银珠宝真是我捡来的。一派胡言，云大刑量你不招，来，大刑伺候。哎呀，大人饶命啊！冤枉，大人等一等。大人，孙德奎实属被冤，凶手即将出现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。千户左大人到。冤枉啊，大人。我冤枉啊！段大人，怎么刚一进太原府的地面就有人喊冤呢？左大人远道而来，卑职有失远迎，恕罪，恕罪。哪里哪里，段大人客气了。左大人，屈尊本府有何要事啊？这桩灭门案震惊朝野，圣上特命我们东厂查个究竟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圣上命我们东厂将有关灭门案人等即日押送京师。大人，人赃俱获，灭门之人就是孙德奎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等等，大人，孙德奎实属冤枉，凶手另有其人。这位是？这位就是圣上御赐金牌捕头萧长风。两位大人，丁家灭门案疑点重重，所以孙德奎不能带走。长风，另有其人，你有何证据呢？我现在正在查找，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三日之内必将查出真凶。你要是查不出呢？查不出来，我愿以命相抵。好，三日为限。大人，卑职有要事，还望大人让一让。萧捕头少年得志，怕是也挡了别人的路吧？大人见笑了。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，无所谓挡不挡。听说萧捕头神目如电，颇有见微知著的本事啊。见笑了，虎有虎计，狼有狼性，日久见人心。那你看看我。能看出些什么来？大人今天早晨从杏花岭过来，而且吃了一碗素面。哦，何以见得？大人的衣领上沾有一枚杏花的花瓣。从杏花岭到衙门，只有一家酒铺。大人体质虚寒，不食荤腥，而那里的素食只有素面。萧捕头果然是名不虚传呢，都是一些雕虫小技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见笑。
是你。行了，废话少说，想要活命就说实情。大人，那些金银珠宝真是我捡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时间？9月初3。地点？不归赌坊门前大街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救救我呀！即便如此，又岂是你我能左右的？义父，何不直接进京面圣，陈述案情，定能剖白取旨。长风，如今是奸佞当道，老夫是有心杀敌，无力回天喽。当年要不是义父收留我，长风早就冻死在外面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您就一直教导我，什么叫明镜高悬，除暴安民，是非去止。现如今，我又岂能让真凶逍遥法外？是非曲直，黑白分明，谁又说得清啊？长风，你还是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吧。肖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送你走。去哪儿？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。我不走。我们家的血案呢？我爹的安危呢？我们家这么大的仇，我怎么……你必须走。东厂的人都在抓你，如果你不走，必有杀身之祸。我宁愿死，也要替我们全家人报仇。丁小姐，我萧长风一直自诩料事如神，唯有赌局难以预测，所以逢赌必输。我现在明白，官场中的尔虞我诈，又岂是一方赌桌能够比拟？我发誓，从此以后永不沾赌，我更不会拿你的性命相赌。丁小姐，这把刀是我的心爱之物，你把它收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听我的话，你必须走。萧大哥，长儿全家被杀，孑然一身，爹爹入狱，生死难料，这么大的冤仇，你让我这么就算了。萧大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你是怎么约束的手下？卑职有罪，卑职有罪。这件东西始终是曹公公的心腹大患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住丁婵儿，拿到东西。是是是，请大人放心。卑职已经责令萧长风前去寻找丁婵儿了。好，3日之内抓到丁婵儿，拿到东西便罢。如果拿不到，左大人，那长风……这是萧长风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左大人。左大人，左，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吧。
左文生，此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如果不能把密函带回来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风啊，哎，这只拨浪鼓送给你好不好啊？义父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喜欢刀。为什么呢？有刀才好杀坏人。哦，好孩子，有志气。这个就送给义父，什么时候敲响它，我就过来保护义父。乖，好孩子。什么字啊？这几个字啊，念作明镜高悬，是要提醒义父做事判案都要公正无私。只要老百姓有了冤情，就要来这公堂敲响堂鼓，义父无论多累多乏，都要起来为百姓伸冤的。那义父不是很辛苦吗？身为宫门中人，就要除暴安良，秉公执法，懂了吗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义父，长风自作捕快以来，我只知道追杀你的人是东厂的锦衣卫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害你们全家。他们杀雅叔的时候好像让雅叔交出什么东西。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是雅叔临死之前给我的，是爹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了。给我看一下。这个禅意上的纹路很奇怪啊，你看。拿来。
来我看一下。哎，婵儿，快来，来，哎，哎，看看爹爹画的这是什么呀？爹爹，你画的是什么呀？爹画的是咱们丁家的老宅呀。我怎么觉得不像啊？哎，婵儿，你再看看，爹画的这个是什么呀？门口的大磨盘呀。对啊，你看看大磨盘旁边还画了个小女孩，是谁呀？是我吧？对，婵儿在这儿等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她在等爹爹给她买糖吃呢。嗯，谢谢爹爹。这是我爹给我画过的画，是丁家村的地图。你还记得怎么画的吗？就是这儿吧。对，什么了？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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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长风，你身为朝廷御赐金牌捕头，居然徇私枉法，勾结乱党之女，企图谋反。现在人赃俱获，证据确凿，你要是将丁婵儿交与左某，束手就擒，本大人还能网开一面，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满门抄斩，灭九族。我萧长风无亲无故，有何惧哉？段大人，你还等什么？是。抓起来！是。不要，夏大哥！夏大哥！走，长风啊！大局已定，快，束手就擒吧。义父，这是长风最后一次叫你。长风，快跑！义父，啊！走！走！
段世香包庇萧长风，被就地正法。段大人，如果谁再抗命，同样下场。卢兄，保命要紧啊！站，走。束手就擒！东厂千户左文生，诛杀丁家满门，铁证如山。你刚刚谋害了朝廷重臣，你可知罪？我萧长风乃是皇上御赐的金牌捕头，现在已经铁证如山，我正要缉拿你归案。无凭无据，岂容你玷污本官清白？哼！好，那我就告诉你证据。案发当日，丁家女仆手中发现的碎片，衣服极其的华丽，一看就是出自宫廷之人。凶手使用的武器宽不满一寸，却能力透木板，定是巴蜀之地所产的柳叶空灵剑。此剑我只在一处见过，就在你左大人的手里。正是用此剑杀了我的义父大人孙德奎。哼，一看就知道他是被你们陷害的，因为他捡到了你们故意丢弃的珠宝。左文生，铁证如山，你如何抵赖？真正的凶手就是你。
愧是御赐金牌神捕啊。不错，就是我。鲁松，各位兄弟，谁家没有老朽？我萧长风理解你们，可是一会儿动起手来，别怪刀剑无情。来吧。给我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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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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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年，杀了他！好，想不通，大年，想不通。朝廷要饭！夏大哥，夏大哥，走开！走，夏大哥，走，快走！大人，人赃俱获。一切都是天。